988聚焦东盟。结束了连假的星期一，今天呢就是5月17号，欢迎来到988聚焦东盟。哈喽你好，我是星甲新蕊，首先带你看头条看点。邻国新加坡因为新冠疫情重燃，昨天呢就开始进入了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那当地学校呢就会从后天星期三开始全面实施居家学习，直到学期于这个月28号结束。而受影响呢就包括了所有的中小学、初级学院、立人高中以及特殊学校的学生。不过呢，这些关闭的学校是会开放给少数有需要的学生回校去学习，但从事必要服务行业的父母或者是没有办法找到替代托管安排的父母呢，其实是可以向子女就读的小学那边去寻求帮助。那学生如果需要电脑啊等等的数码设备或者是无线网络来进行居家学习，学校也会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学前教育中心以及托儿所呢就会照常运作，为需要工作的家长提供支持。那教育部长陈振声昨天就宣布这一项消息的时候就解释，尽管暂时还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是已经在学校内传播，但是呢，由于当地的无关联病例暴增，接下来就有必要大幅度的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鉴于此，新加坡的教育部也要求所有的校外补习和增益课程改为线上举行，直到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在6月13号结束为止。那过去的周末受到这一波的防疫措施收紧所影响，新加坡的商场呢整体的人流都减少了。由于所有的餐饮的场所昨天16号开始就禁止堂食，人群呢主要就是集中在14根餐馆周围去外带食物，零售商店就相对的冷清。但是在进入这个收紧措施的前夕，全岛多家的超市是一度出现拥挤人潮，有受访的民众就说，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月都不太能够出门，所以呢就先趁机出门逛逛，甚至有咖啡店呢，同一个时间就有70人在场，直到深夜12点，防疫措施已经开始生效之后，这些人都不愿意离开。那警方呢，后来到场去赶人，并且提醒这些人，再不离开就可能会被罚款，众人才离开。那不过禁止堂食呢，对于餐饮业者来说肯定就是会影响生意。有业者就说，他们之前的这个阻断措施期间，因为不准堂食已经让他们的生意大跌了80%。有鉴于此，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也宣布再一次推出餐饮外卖增强配套以及零售电子商务增强配套，就是协助餐饮和零售业者开源节流，拓展更多盈利渠道，并且降低数码化的成本。而当局所提供的援助呢，就包括了将会资助餐饮业者被送餐平台抽取的5%佣金，同时也会资助送餐订单的20%运送成本。另外，从5月16号到11月16号之间呢，使用主要电商平台的零售业者就可以获得企业局一次性补助80%的所需成本，补助的顶限是8000新元，大约是25000令吉。那现在呢，不只是在新加坡那边的官兵疫情卷土重来，就连被全世界认可的抗疫楷模越南也沦陷了。当地的确诊病例从前天15号开始飙升，在星期六的傍晚6点到昨天清晨6点，短短的12个小时内就暴增了127宗确诊，而且全部都是本土感染，中断了连续一个多月没有本土病例的记录。而当局就猜测呢，这波疫情的源头是一名4月7号从日本回到越南的27岁男子，以及到越南工作的一名中国专家，这两人呢都是在隔离14天之后才确诊的。那目前呢，染疫者的足迹是已经遍布了越南至少15个省市。为此，越南的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呢，从5月8号就开始收紧了防疫措施，禁止超过30人的公共聚会，健身房和自助餐厅等等也暂停营业，当地的学校也是暂时停课。而在首都河内呢，也是提出了启动最高级疫情防控方案，因为考虑到越南是靠近柬埔寨和老挝，同时呢，越南军方也是死守着老挝的边境，严防越境传播病毒的事件发生。好啦，聚焦东盟的头条看点就说到这里，我是星甲新蕊。工商带路。
接着带你进入工商带路。全球穆斯林上个星期结束了斋祭月，并迎来了开斋节。那根据东南亚比价平台 iPrice 的最新报告显示，消费者在今年的斋祭月期间比以往更早就开始在电商平台购物。那根据了解， iPrice 呢是对比了今年4月12号到26号以及去年4月23号到5月7号两年斋祭月期间各大电商平台的曝光量，并进行了分析。那数据就显示，在我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人们呢在凌晨两点就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浏览商品，而浏览量的最高峰呢是在上午十点到中午左右的时段，而且呢超过一半的搜索都是通过手机来进行。所以看来很多人呢在午餐之前都会刷刷手机，看看有什么可以网购的。那大家都会网购些什么呢？报告就显示，今年斋戒月期间最受欢迎的商品是健康和美容、时尚、食品和饮料以及家居和生活用品。那以各区域分布来看，全球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印尼，跟去年同期相比，对宗教服饰的搜索是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其中呢，穆斯林妇女常穿的长袍 kaftan 搜索量是暴增了87倍， gamis 也是增加了28倍。另外，新加坡消费者呢，今年对香水和保健品的需求暴增，跟去年斋戒月相比，搜索量平均增加了60倍和20倍。至于在我国马来西亚呢，护肤品、香水、马来服装甚至沙发的搜索量都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其中搜寻护肤品的数量更是暴增了超过80倍。不过呢，如果说去年和今年斋戒月期间在电子商务网站上的热搜词第一名还是 Bajuraya。 Shopee 区域董事总经理何子祥就表示，去年斋戒月期间，马来西亚人热衷于搜索 Baju Kurung 和 Baju Melayu 等等的词汇，而到了今年，马来西亚人还是继续在网络上搜索这些词条。不过呢，跟去年不同的是，去年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线下购物，所以很多人就改为网购，而今年呢，更多是因为已经习惯了网购的方便。泰国受到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今年四月的泰国经济无可避免的遭遇冲击，而这就让很多原本期待政府会有效控制第二轮疫情，也希望经济得以复苏的人来说，是再一次感到失望，也导致失业率上升，负债增加。私营部门的数据显示，估计整个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总失业人数是大约145万人，而第三波疫情影响之下，有接近150000人面临失业的风险。这个数字是还没有包括受到封城措施影响在各地的娱乐场所、餐厅、零售和制度外的劳工人数。而在泰国招聘网站 jobtai.com 上报名求职的人数更是超过187万人，是史上最高的人数。那还有一组的数字呢，也是创新高的，就是泰国的负债人数。泰国商会大学上个月针对收入低于15000泰铢，也就是不到2000令吉的人展开的一项调查，发现高达98%的人都有负债，而大多数人的债务呢是借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偿还旧债、偿还信用卡债、支付学费还有网络教育费等等。好啦，工商带路今天就聊到这里，我是 Cindy 新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